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法师慈悲，各位朋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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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今仔日是农历11月17，是阿弥陀佛的圣诞，阿弥陀佛的纪念日。伫今仔日，咱台湾省乃至中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即个真侪寺院，尤其是念佛、念佛的团体，拢伫举办念佛，甚至伫七日前，11月11日，就开始举办佛七。七日从早到暗，专一念佛作为纪念。也利用这几日，自己精进念佛。咱宏愿念佛会并无特别，虽然无特别，却是每一天拢特别，因为咱是将念佛融入咱的生活之中，咱。念佛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念佛，所谓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是日日念佛，时时念佛，世世念佛，所以我们宏愿念佛会是天天念佛，常年无休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净土中的根源。所谓事有本末，物有终始，知守先后，则近道矣。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见，凡事能够了解它的根本，能够体会它的根本精神，就能够掌握到整个大概。净土宗当然就是所谓信愿行，信有弥陀有极乐，愿生弥陀极乐世界，专称弥陀佛名，这可说是净土宗的核心教理。但还必须要进一步了解它的根源，这样的话，所谓的信才能够纯正的信，
正确的愿，明确的行。净土宗他根据的经典，所谓净土三部经，也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为什么这三部经说是主要的经典，也就是正义的经典？因为这三部经从头到尾，文文句句都在解说着阿弥陀佛的发愿，阿弥陀佛的成佛，众生往生的因，众生往生的果，文文句句都在说明阿弥陀佛，都在解释极乐世界。所以这三部经是正义经典，主要根据经典。但是如果论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所说庞大的经典当中，有关于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经典其实非常的多，检查起来有200多部之多，但主要依据的正义经典还是净土三经，其余的可以作为补充解释，称为旁依经典。净土宗的根源在这净土三经当中，根本经就是无量寿经，因为唯有无量寿经才说到阿弥陀佛因地法藏菩萨的时候所发的愿，所累积的行。愿行圆满所成就的果，使得十方众生怎么样的能够往生极乐，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成为怎么样的境界，这主要都在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是净土三部经的根本经，往生经的根本经典。所以要了解净土宗的根源，也必须依据无量寿经。简要来讲，净土宗的根源就是来自弥陀愿心的救度。愿就是宏广大愿，无尽悲心，所以愿就宏广大愿，心就无尽的悲心。阿弥陀佛他在过去，所谓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以前，在释自在王佛的前面，对着释自在王佛广发着普救十方众生的宏愿，这就是阿弥陀佛愿心救度。愿就是宏广大愿，心就是无尽悲心，救度就是以
大悲平等的心，无条件的救度十方众生，要使十方众生都同证跟他一样的无量光无量寿，成为无量光寿的佛。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就是净土宗的根源。为了救度十方众生，阿弥陀佛屡次的显现出家发愿修行成佛的过程，以这一次的成佛来说，在无量寿经就有显明说，有佛名是自在王如来，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欲，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察勇者，与世超异。这一段经文就是阿弥陀佛因地法藏菩萨的时候，在四支在王佛的底下发了救度十方众生的愿。这段经文也可说是弥陀愿心救度的根源，弥陀愿心救度的根据。这段经文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如来叫做世自在王如来讲经说法，那个时候的国王听了世在王如来的讲经说法，心中充满了大欢喜，踊跃的欢喜，哎呀，宇宙中世间上哪有这么微妙不可思议的法，这是宇宙的真理，这是世间的光辉。真理，这种真理是亘古今而不变的，是放四海而不异的。尤其是成了佛，他的心就是自自然然的，就是救度众生的心。除了救度众生这样的悲心以外，没有所谓的佛心。所以他仰慕真理，他学佛所学，因此他也要发心出家，也要成就佛道，也要广度众生。那个时候他毅然决然的所谓弃国捐王，行作沙门，也就是舍弃了王位，离开了红尘，远离了五欲尘劳，而出家，为了就是一心修行，
那个时候他的法号叫做法藏，法藏比丘，或称法藏菩萨。为什么说菩萨呢？在《无量寿经》说，高才勇者，与世超逸。这位法藏比丘，他高才勇者，他才智非常的高深，他修行非常的精进，他的智慧在当时是超越的、超绝的、与众不同的。在《无量寿经》另一本《无量寿经》，也就是宋朝所翻译的《庄严经》，这部《庄严经》是跟《无量寿经》一样的内容，只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所翻译的。在这里就说，有一比丘，名曰作法，信解第一，名气第一，修行第一，精进第一，智慧第一，大圣第一。这六个第一，就是在赞叹法藏菩萨的，说法藏菩萨那个时候是信解第一。信是相信，是信受；解是了解，是领悟，也是证悟。信解第一，一般所谓举一反三，或者是闻一知十，或者是一闻千悟，这对法藏菩萨来讲，那是很平常的。信解第一，在那个时候，对于佛所说的法，都能够一闻千悟，都能够当下信受，无疑无虑。在当时所有修行者当中，他是超越的、与众不同的，是第一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这是信解第一，名记第一。名记，譬如说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好像阿难尊者、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所说的经典，都流入阿弥陀佛、阿难尊者的大脑之中，阿难尊者永远不会忘记。对这一点来讲，当时的法藏菩萨却是第一的。我们凡夫由于有烦恼、有妄想杂念、有业障，因此事情容易忘记，即使深刻的背在脑海之中，只要一段期间不常复诵或使用，自然就会忘了。台语说三日无留，八上秋，昨天的事情今天大半或几乎已经忘了。一篇讲义要讲之前，费了很多心血
查了很多资料，可是讲过了之后，如果经过一段期间，一个月两个月要再讲的时候呢，还要再从头恢复的去查询那些资料，去背那一些资料，我们仿佛很健忘。可是那个时候的法上菩萨，他过目不忘，再来修行第一，所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不会疑惑，不会犹豫，当下说做就做，因为这是成佛之道所应该走的，应该前进的，所以不犹豫，而且勇进不退，这是修行第一，精进第一，几乎是不疲惫的，也不休息的，智慧第一。那个时候，所有的出家众、修行者，就是法藏菩萨智慧第一，六度，所谓五度如网，般若度如眼睛，再怎么样的善事功德，再怎么样的舍己利人，如果没有智慧，那恐怕是盲目的、危险的、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法藏菩萨智慧第一，大圣第一，大圣跟小圣是对比的。所谓大圣，简要来讲就是舍己利人，以人为念，这个就是大圣。那个时候的法藏菩萨之所以弃国君王，行作沙门，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利益十方众生，要度脱十方众生。那个时候的法藏菩萨就是这样的行者。在谭纶大师往生论著一开始就说，法藏菩萨他是什么样的资格身份呢？是圣种性的菩萨。圣种性就是初地到十地，而且是悟无生法忍的菩萨。无生法忍是十地之中七地到九地不退转的菩萨。可说那个时候的法藏比丘，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不是凡夫菩萨，也不是小圣的菩萨。小圣的菩萨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而是大圣的菩萨。大圣的菩萨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更是无生
法忍的菩萨。这是他的身份，那个时候的所谓禀赋之子性格根基。不过这也是只不过是就通俗的教理来看那个时候的法藏菩萨。如果确实的追究法藏菩萨的本地，其实是道家慈航的佛。在这庄严经也说，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非过现未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意思就是说，所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谓照转永劫以前示现法藏菩萨，其实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为了广度十方众生，每一次每一次的示现出家，示现发愿，示现修行。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为了救度十方众生，现在呢又是现在极乐世界。而论阿弥陀佛本身，他本来就是佛，超越时间性，没有所谓过去过去的多久以前出家发愿修行成佛，它超越时间性的，不是时间所能够衡量计算的。所以说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十方。为了圆满他的愿，为了广度十方众生，所以显示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在《无量寿经》《赞佛记》就预先表明，《赞佛记》是法藏菩萨对着世自在王佛赞叹，一方面赞叹世自在王佛，一方面呢也表明自己也要成佛广度众生。所以法藏菩萨对着世自在王佛说，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迷不解脱。这首偈也可说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的偈，意思是说，世自在王佛很伟大，很高超，功德巍巍，智慧慈悲难量，那么我也要像是自在王佛一样的来做佛，其圣法王。目的为了什么？为了过度生死，迷不解脱。过度，度就是救度，过
就是超越离开，要救度十方众生，使十方众生能够离开六道道生死轮回，度过娑婆的苦海，使十方众生都解脱，没有一个不解脱的。这就是净土宗的根源，阿弥陀的愿心救度，过度生死没不解脱，这是无量寿经所说的。如果是唐朝时代所翻译的大宝积经如来会啊，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同本意义，就说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也就是说这位法藏菩萨他能够救度一切众生，十方众生，所有世间，也就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世间，所有的众生，他的生死轮回都能够拔度他、救度他，使他能够离开生死轮回。所以说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这两段经文文字不同，但是内容一样，在无量寿经就说过度生死名不解脱，又说无事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他发了成佛的愿，而且也发了成佛的誓，有愿假若没能达成，那也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空愿，但是有了誓就不一样了，也就是无论如何都必定要使这个愿达成，如果不使这个愿达成，他永不终止。所以进一步说无事得佛，他一定要成佛，非成佛不可，普行此愿，要圆满度脱众生的这个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使一切众生对于轮回的恐惧能够消除，不但消除，而能够大安心、大满足，一切恐惧会作大安。我们众生的恐惧，有现身的恐惧，有未来轮回的恐惧，有心理上的，有身体上的，有环境上的，可以说恐惧非常的多，尤其是真正的不安、真正的恐惧是死了并非一了百了，还有未来的无穷的生死轮回。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就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不能安稳，
都不能平安，因为充满了很多的痛苦。这一种痛苦，这一种恐惧不安，释迦牟尼佛用火在烧的房子来形容。我们在房间里面，这个房子已经起火灾了，而且熊熊烈火在燃烧，在里面的人不肯安心的，可说非常恐惧的。那么法藏菩萨他说他一定要成佛，一定要圆满救度众生的愿，使一切有沦为恐惧的众生都能够脱离轮回，甚至获得大安稳。大安稳啊，就是涅槃。唯有涅槃不生不灭，才是大安。再怎么样的伟大人物，如果追究他的根本在哪里，就在心，也就是在他的志愿。有伟大的志愿才有伟大的修行，有伟大的修行才有伟大的功勋，有伟大的功勋才有伟大的果报。阿弥陀佛对着释自在王佛所发的这个愿，可说是法界最高的愿，登峰造极的愿。在《赞佛记》，法藏菩萨就说：“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速如恒沙，供养一切斯等诸佛，不如求道坚正不退。”也就是说，求道，求道，炽烈的求道，胜过供养恒沙的诸佛。因为目的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都是为了救度十方众生，所以求道广度十方众生，可说超越一切，也圆满一切。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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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观察，又说假使身处诸苦途中，我行精进，忍终不悔。这在在都显明法藏菩萨的求道，法藏菩萨的为广度十方众生，他的这个志愿誓愿的坚确不拔。所以进一步法藏菩萨又说，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国主泥房欧等双。这一段寄语是说让我做佛，我要做佛，我做佛的时候，我的国土在十方法界当中是第一，是超越的。所以总的来讲，他现在
成佛，正在的极乐世界，在十方法界当中是第一的。在经典《无量寿经》就说，极乐世界呢，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又说其众奇妙，道场超绝。也就是说，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呢？在经典当中就是说，一旦往生极乐世界，都当下成为一生不处的菩萨。这是很奇的，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因为以我们来讲，还没有进入根地的果位，甚至贪嗔痴烦恼丝毫都没有降服。可是一旦到了极乐世界，就跟根地的菩萨一样，甚至呢超越十地，进入一生不处。因此说其众奇妙，道场超绝。道场就成佛的地方，也就是成佛是超越性的，横超的，是绝对性，无所比较的。也就是说，如果以一般常态来讲，所谓成佛或不退转，都是一步一步顺序前进的。要先断了见思恶惑，然后破了尘沙惑，然后呢又破了无明。无明有41品，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性。无明纷纷破，法性纷纷证，一直到出地不退，一直到实地圆满，然后才能进入一生不处，不处菩萨。这一些阶位还有时间的过程，要经过3个大阿僧祇劫。可是我们如果蒙受弥陀无尽悲心的救度，到了极乐世界，却是不经过这一些时间，不经过这一些阶位的过程，是横超的。所以说道场超绝，国如泥凡阿耨等双。毕竟来讲，他的极乐世界是涅槃的境界，跟涅槃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说国如泥凡阿耨等双。国家来讲就是依报，涅槃来讲是正报。但是极乐世界的依报跟极乐世界的涅槃正报却是内容一致的，因此使得不管任何众生是圣人、凡夫、善人、恶人，一旦往生极乐世界，都当下进入涅槃。这个也就是法藏菩萨他所发愿的，说令我做佛国土第一啊，国土第一之所在。所谓点铁成金啊，超凡入圣，变铁成金，就是这个样子。本来我们是废铁一堆，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呢，立刻变成了黄金，超凡入圣。这在法藏菩萨还没有发48愿之前，就已经表明了他这样的
无尽的宏广的愿心。又说，我当悯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稳。他建设国土第一的世界，目的是为了悲悯十方众生，是为了度脱十方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心目向往他这样的极乐世界，而发愿生之心，对于他的救度没有怀疑，没有顾虑。所以说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稳。一旦往生到了极乐世界，都是快乐安稳的，这个快乐就成佛涅槃之乐。唯有成佛涅槃之乐，才是安稳不变化不退转的。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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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掌。无量寿经又说，令我于世四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本，使我在这个世间尽快的成佛，尽快的能够拔除十方众生的生死轮回痛苦的根本。生死轮回就痛苦的根本，在平等觉经，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同本意义，就说拔忍勤苦生死根本，悉令如佛。要拔除十方众生痛苦的根本，也就是轮回，要使十方众生都能够往生成佛。在无量寿经又说，超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静，智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显示阿弥陀佛的愿是超越十方的，十方诸佛所没有的。又说，具足五劫，思维摄取庄严佛骨清净之想，以五劫的时间去思维，去规划极乐世界的内容。又说，于不可思议造杂永劫积止菩萨无量德想，发了愿，进一步如果没有去实践，那就是空愿。阿弥陀佛所发的愿，以五劫的时间思维规划了48个清净庄严的愿。为了圆满这个愿呢，是经过造杂永劫积止菩萨无量的德行所圆满的，所谓超发，也就是说他成佛，佛身也好，佛土也好，都是超胜十方诸佛，超胜十方诸佛的净土。引用的这一些经文都是在说明净土中的根源，说明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其实无量寿经是在显明十方如来的本怀的经典。这在无量寿经的序分就已经预先点明出来了。无量寿经发起序就说，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
所以初心于是光传道教，欲拯救群盟，会以真实之力。这一段经文是无量寿经的序，也可以说是净土三部经的序，是净土宗的精华之所在。这一段经文简要来讲有两点，第一，显明佛的无尽平等的大悲；第二点，显明给予众生真实成佛的大力。无论哪一位佛，他之所以出现世间，无非就是抱着无尽的大悲、平等的大悲，要救度众生，使众生无论圣凡善恶都能够快速的离苦得乐，成就佛道。那么能够达到这一点的这个目的的，在十方诸佛当中，十方净土当中，只有南无阿弥陀佛，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续分又说，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呵护群生为之重担，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这几句经文可以说是如来大悲心之所在。如来的大悲就是主动的来到众生的面前，来担负起我们众生的重担，把我们众生看成是他自己。我们众生的苦乐是他的苦乐，我们众生的祸福是他的祸福，因此他要来承担我们众生的罪业，承担我们众生的苦难，要拔除我们众生的轮回。这几段经文都显示着弥陀愿心救度的根源。阿弥陀佛发了四八大愿之后，继续又发了一个愿，以三种内容来涵盖四十八大愿，说我于无量劫不为大师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他无量劫以来乃至无量劫以后都要成为大师主，一个大布施的人。怎么样大布施呢？要以无尽的大平等的大愿心的来普济诸贫苦。诸贫苦就是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常在六道三途轮回的众生，这个就是诸贫苦。阿弥陀佛要救度这一些诸贫苦，使这一些诸贫苦离苦得乐，往生成佛。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誓不成等觉。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可以看出净土宗是阿弥陀佛愿心救度的法门。在大宝积经如来会对这个内容就说，心惑不堪常行施，广济贫穷免诸苦，利益世间是安乐，不成救世之法王。意思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救度十方众生的法王，法王就是佛。所以由这几段经文就显示出净土宗的根源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
净宗就是救度的法门，是阿弥陀佛救度的法门。因此，凡是修学净土，首先要了解这个法门是讲救度的。救度意味着平等的，意味着不讲任何条件的，意味着白白接受的。所以我们这个净土宗的法门在讲我们十方众生接受阿弥陀佛宏广大愿无尽悲心的救度。阿弥陀佛他有佛的愿力功德力，他把我们看成他自己。我们的苦恼就是他的苦恼，我们的轮回就是他的轮回。所谓众生苦恼我苦恼，众生安乐我安乐。如果修学净土能了解这一点，他就会全身心的归投阿弥陀佛，信靠阿弥陀佛。这一种全身心的归投依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两个字。所谓南无就是归命，归命就是把我们身心性命归投给对方，依靠对方，平托对方，让对方来救助。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归命阿弥陀佛，就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助的意思。所以净土宗是讲救助的，净土宗是救助的法门。所以在庄严经就说，三恶道中地狱恶鬼畜生皆生我刹，受我法化，不久息成佛。如果论三恶道的众生，他是只有受苦的，而且是愚痴的，他没有时间修行，也没有能力修行，这样的众生也能够离开轮回，也能够快速成佛。所凭借的是什么？不是凭借自己能够精进修行，而是凭借弥陀的救度。庄严经又说，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这个也在显示净土宗的根源，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都在呼唤着六道轮回的众生，给他救度到极乐世界，才能够离苦得乐。阿弥陀佛的愿心救度说，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他不只要度脱天人，度脱畜生恶鬼，度脱地狱，更要度脱阿鼻地狱的众生。一切众生如果到了阿鼻地狱的众生的话呢，可说他是最愚痴的，罪恶最深重的，是千佛放手摒弃的。可是阿弥陀佛不放弃，阿弥陀佛呼唤，阿弥陀佛高呼表扬，他就是要连阿鼻地狱的众生也要救度到极乐世界，快速的成佛。这个就是三恶道中地狱恶鬼畜生皆生我刹，受我法化，不久悉成佛的悲愿。在《观无量寿经》有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很清楚的、简要的显露出佛的心，
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悲愿救度。后楞严经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受众生。也就是说，所谓佛的心，佛的心就是大慈悲，大慈大悲，以无缘慈摄受众生，要以这个无缘的大慈悲来普遍的救度十方众生。也可以说，佛的心的本体本质是什么？就是慈悲。离开了慈悲，离开了慈悲的大爱，就没有佛心。所以佛的身心所有细胞都充满了慈悲，要佛不慈悲，那是不可能的。慈悲有所谓众生缘慈、法缘慈、大缘慈，到了无缘慈，到了无缘慈就是最超越的、最平等的、不讲条件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最能显露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以无缘慈普遍救度十方众生。有关净土宗是救度的法门，这不只是净土的经典有这样的内涵说明，即使是其他的经典也在说明菩萨发心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就是为了救度众生的。在一部经典就《不空居所神遍真言经》就说，此是世间尊重父，此是世间尊重母，此是世间救度者，此是世间大日光。这一首偈是在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西方三圣之一，也就是阿弥陀佛左边的胁侍，代表流露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所以赞叹观世音菩萨，那当然阿弥陀佛更是如此。这一首偈说，哎呀，观世音菩萨你的悲心可说是世间众生的父亲啊的爱，世间众生母亲的爱，是世间众生的救度者，是世间众生的大光明、大希望。所以这等同也是在赞叹阿弥陀佛，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明白的说出救度这两个字。阿弥陀佛是世间的救度者，世间一切众生的救度者。在华严经也显露出菩萨的愿，而说我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菩萨之所以发菩提心，目的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的。那么能够救度六道苦海沉沦的众生，就只有阿弥陀佛一佛。所以善导大师在观经书就说，诸佛大悲以苦者心偏明念常梦众生，是以劝归净土，亦如溺水之人急需偏救，岸上之者何用计诲。意思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是悲悯十方众生，尤其是三恶道的最苦众生。那么十方诸佛为了悲悯救度这一些众生，都怎么样呢？都劝这一些众生要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要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各位人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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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长，刚刚所讲的都教理性的，感觉很深奥，让大家
一方面听，一方面频频的点头赞叹，对不对？不过在这里讲这一些，其实呢，也都是在重复，在强调，因为像这一些经文，这一些法语啊，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常常听到，也常常看到，啊，因为我们弘一念佛会每星期都有在讲经。那么所讲的当然离不开净土的法门，离不开弥陀的愿心救度，因此也离不开这一些经文法语。各位人有对不对？对。那么这一些法语大家应该都会背啦。那么是不是请谁来背一下？现在呢，来讲两件故事，很精彩的，只怕我讲不太好。在这个中国大陆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的地方，有一个寺院叫做极乐寺，啊，极乐寺，极乐跟阿弥陀佛啊是很有关系的啦。阿弥陀佛的世界就极乐世界，也显示出。这个寺院呢是专修念佛的，因为极乐寺就标榜出是净土宗，是念佛的，因此里面呢当然有念佛堂。那么在念佛堂带领大众共修念佛的是一位居士，一位已经74岁的老居士，他叫做韩仲英，啊，韩国的韩，仲呢人字旁一个仲，英呢是英雄的英。这位老居士虽然是74岁了，但是呢却精神饱满，而且慈眉善目。他现在是精神饱满，慈眉善目，可是。他是曾经遇到一个大灾难，使他几乎全身是瘫痪的，甚至呢是群医束手无策，不能够救度的。怎么讲呢？这位韩仲英居士，他是在民国32年所出生的，在民国58年，也就他26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工人。做什么工作的工人呢？那个时候在修整这个河水河坝，那么修整这一种河坝又是辛苦又是危险，所谓三 K 的职业，三 K 就是危险的、肮脏的，而且呢是繁重的。那就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灾难，因为他修水修整这个河坝。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的科技，都是用人工的挖泥土，把这个五六丈底下的泥土，然后呢一车一车的往上拉，用铁链往上拉。可是那个时候铁线断掉了，他整个人从六七丈高的岸上掉下六七丈深的河底，而且上面呢又有一车的这个泥土往他的腰部压下去，
结果呢，他两个肾脏当下被压烂了，而且全身好多的地方都骨折，同时神经线呢也已经损坏了，这样把他抢救送到医院，他昏迷了好几天，而且呢送到这个邯郸市中心医院也治不了，医生就说了，说像这一种灾情即使送到美国去也治不了，因此就随便开个药让他回去等待临终。那么韩仲英居士那个时候26岁，昏迷了几天之后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就是痛苦的日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全身骨折，躺在床铺上不能够翻身，而且两个肾脏已经溃烂了，肾脏这个器官一旦是损坏的话，这不可能再重生的。那么肾脏溃烂就会导致不能够小便，导致全身会很臃肿，那么不能够排尿，全身臃肿，那是非常痛苦的。此外呢，又是全身多处骨折，可以说呢，他那个痛啊，是痛不欲生啊，可是呢，又生不了，又死不了。不过，可说他也有善根，什么样的善根呢？因为他的家是父母亲都有供奉观世音菩萨，那么他小的时候也曾经跟着父母跟着爷爷奶奶在拜观世音菩萨，求过观世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拜过求过的。那么这个时候由于时代的原因，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红卫兵啊，红卫兵在破四旧，也就是说所有的寺院啊都拆掉，出家人啊都赶出凡俗，所有的经典也被烧掉，不可以有宗教信仰，认为宗教信仰是迷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供奉这个菩萨佛像。可是人遇到灾难的时候呼天唤地不灵，当然就会祈求神明，祈求佛菩萨。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一方面痛苦，一方面呢哭喊着观世音菩萨来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很痛苦啊。就这样呢呼啊叫啊，连连呼叫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果然观世音菩萨在他的梦中出现了。那么梦中的观世音菩萨他说，哎呀，非常的清净庄严，没办法来用语言形容的。那么那个时候的观世音菩萨出现了，立刻韩居士就抱怨说，菩萨啊菩萨，为什么我这样的病这样的痛苦，你一点都不管我，都不救我。那么观世音菩萨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是不管你不救你呀，因为你宿世以来的罪业太大了啊，你现在这个灾难啊其实是重业轻报啊，你要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好啊。
那么这个韩居士就说了，我这么疼痛，我痛得练不出来啊。观世音菩萨就说，痛也要练，而且每天至少要六千声啊，同时以后不要再吃肉了，将来你病好了，你要宣扬念佛，劝人家信佛念佛。观世音菩萨在梦中就这么样跟他讲啊，第一点说他这个灾难呢是他应该要接受的，而且这个已经是重业轻报，如果不是重业轻报的话，那比这个还更重好几倍。同时要他念佛，念佛病就会好，要他今后不要再吃肉了，将来病好了也要劝人家信佛念佛。所以自从他病好了之后，他就积极的现身说法，要人家信佛念佛。那么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念佛的呢？他躺在床铺上，身体不能动，一动就痛，那他就是一碗这个玉米粒，念一句就拿一粒玉米啊，当做计数器一样啊，一直到练了这一碗玉米晚了，又再度的继续练，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白天练，黑夜也练，疼痛练，睡了也练，果然神机奇迹发生了。经过一两天之后，他竟然可以排尿了，啊，可以排尿了。他两个肾脏是烂掉的，两个肾脏是没有功能的，居然也能排尿了。经过半年之后呢，他的全身也不再疼痛了。再后来呢，他也可以翻身了，也可以先随着爬啊，爬，然后呢再随着慢慢的走路。他开始随走路呢是身体呢90度的弯腰的，不可能站直走路的。那么经过了15年之后，他才完全的恢复，正常人一样可以直立行走，可以做任何的大小工作。也就是说这样经过念佛15年之后，他全身都恢复了以往的健康。那么观世音菩萨又说，因为观世音菩萨也不舍得在他梦中显现啊，因为自从他精进念佛，白天念晚上也念，痛苦念不痛也念，因为那个时候为了求这个不痛，为了求这个起死回生，他除了念佛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方法，医生也放手了，医药也无能为力了，他就只有念佛一个而已。而且念佛又是观世音菩萨跟他讲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不时也会在梦中来显示，来为他开示。那么曾经跟他说，你要精进念佛，而且每个月十斋日要持报关斋戒。那他不晓得什么叫报关斋戒，就请教他信佛的姐姐，信佛的姐姐就跟他说你报关斋戒的内容啊。那报关斋戒针对他这样的身体要恢复，
真的要守报关斋戒。那报关斋戒主要就是要清心寡欲，对自己的太太没有欲念，没有男女的欲念，这样的话呢，病也才能够快速的好转。所以他晓得观世菩萨要他守这样的戒律，其实是对他身体的保护。那么恢复了正常了，恢复了健康了，他感念佛恩啊，也遵循菩萨所交代的，要他病好了之后呢，要劝人信佛念佛。因此呢，长年以来，他就在这个啊极乐寺念佛堂领众共修。他病好了之后呢，他又再度的到了这个邯郸市中心的医院去看诊。以前那个医生还在，以前那个医生把他照的这个片子就很惊讶的来赞叹说，哎呀，很神奇呀，很神啊，啊，你到底是做了什么大善事啊，你本来两个肾脏是烂坏掉的，怎么能够现在片子一照呢，肾脏重新生长出来了，两个肾脏重新生长出来了。那么这个韩居士就说，我也无能做其他的善事啊，我只不过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到了今天已经快50年了啊，他还是天天精进念佛，而且呢很喜悦的，很健康的生活着。那么在这个韩居士现身说法带领念佛啊的影响之下，很多人都来信佛念佛，而且曾经有几十个重病的患者经过他的劝导引导念佛，那些重病的患者病也都好起来了，而且往生的人啊，被他助念往生的就更多。譬如他的邻居啊，邻居有一位女孩子叫做玉儿，这个玉儿的母亲是肝癌晚期了，那么从医院啊送回家来是在等死的。那么这个玉儿女孩子呢，就来求韩居士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韩居士就说，我们给他念佛，念佛就能好，如果不能好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韩居士还有韩居士的太太就到玉儿的家为玉儿的母亲念佛。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是躺在床铺上盖着一床被子，那膨大的这个肚子啊，使得被子盖起来呢很高很高。那当然对方奄奄一息不能说话，韩居士就跟他说，我们念佛，你心中跟着默念。因此呢就念了一个下午，那一天晚上回去隔天又来念，结果第三天奇迹也一样发生了。这个玉儿的母亲能够开口说话了，第一句就说，哎呀，她很饿啊，很饿，因此呢就用这个炒热的小米粉冲开水来让她的母亲喝。经过10天之后呢，因为肝癌啊，肚子胀得很大，胀得很大的肚子就完全消失了，而且呢能够下地了，能够走路，能够做事了，慢慢慢慢他这个晚期的肝癌就完全好了。那一年对方是70岁，一直延寿活到了94岁才往生啊。
多活了24年。那么往生之前的3天，这个老人家就跟他的儿子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果然3天之后就安然的往生啊。这个韩居士常常说，他在26岁的时候是应该短命去世的，结果被阿弥陀佛救下来了。阿弥陀佛留下他这一条命，就是要他宣扬那么阿弥陀佛这6字弘扬，所以他一辈子的时间都是在领众念佛，都在现身说法。这一件感应事迹啊，感应事迹显明几点。第一点，这是菩萨告诉他念佛的。如果是我们告诉他念佛，他未必能够完全遵守，或许他念了几天觉得病情没有好转，就灰心了，就退转了，就不念了。可是这是菩萨在梦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跟他讲要他念佛，而且每天至少念6000声，病就会好，所以他再怎么样都会坚持下去的。在台湾有一个电视名人，他也是在讲这个有关宗教信仰的，只是不纯粹是佛教，不纯粹是净土宗。他讲的呢是这个地理的啊，地理的风水的命运的。他自己也有一个电视台，可见他呢势力多么庞大。可是他也在讲阿弥陀经了，当然他讲的我们一听觉得不是那么的纯粹纯正啊。那为什么他会讲这个净土的呢？原来他曾经他的肾脏萎缩，医生也没有办法，那导致呢他的身体就很虚弱而且乌黑。那也是有一次观世音菩萨显现告诉他说，你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你的病就会好，因为是菩萨讲的，所以他深信无疑，他就天天念佛，念了3个月，他的肾脏完全好了，健康了，他说他的体力比以前更好，所以他也在讲净土的。那假设不是菩萨跟他讲，是其他人跟他讲，他未必能够信受或者是坚持啊。再来，观世音菩萨跟韩居士说，你这个是重报轻受，这可见人生在世，不管是贫富贵贱、穷通富富，都是我们过去世的业所带来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上帝创造的。在他工作当中，工作本来那种工作就充满了危险性的，假设他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业，也不会有那样的灾难。过去是有这样的业，再怎么样这样的灾难都一定会发生，避免不了的。不过呢，由于他祖先啊，爷爷奶奶、父母那一代有供佛啊，有拜佛，也就供观世音菩萨。他小时候也随着爷爷奶奶跟观世音菩萨磕过头，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宿善。由于有这个宿善，才能够所谓重报轻受，
然后又要他要吃素，要吃素，吃素是不增加自己的罪业，因为不吃素就是吃肉，吃肉就杀生。我们现在为自己身体的痛苦而悲哀，可是只要我们没有吃素，继续吃肉的话，是造给对方众生的痛苦。那么吃素不造业，不给对方痛苦，同时也是显示慈悲心。那么有了慈悲心，也能够净化自己的业障。还有这个育儿的母亲，论她的果报，应该在70岁的时候就尽了，就应该去轮回，可是由于念佛的关系，让他所谓消灾延寿，又活了24年。那么24年没有白活的，他24年就是过着念佛的日子，所以一直活到94岁的高龄，并没有什么病苦。本来是癌症晚期的，那么也预知时至，3天之前就预先跟他儿子说，我即将要往生极乐世界了。3天之后呢，就安然的安详的往生极乐世界。各位人友，这一件事迹感应事迹内容好不好？我们所了解的都从经文而来的，虽然经文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但毕竟时代遥远，又是白纸黑字，感觉没有那么亲切，没有那么深刻。那现在是观世音菩萨显现，亲自跟他讲。其实我们所看的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跟我们讲的，可是呢，我们没有那么的深刻，没有那么的感动，不如菩萨在梦中一个显现。各位人有对不对？对。那么别人的事迹，我们如果能够信受，等于也是我们的事迹，我们的感应。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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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